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服骑射。前两天给大家做那一款放大的 TC 大黄蜂 King Bee Knight，当时的话呢，同时也收到了一款这个，它是百威，然后名字的话呢叫做 Star Leader，星辰领袖吧。然后抽过盒子的话呢，可以判断出它是官方 SS，应该是第五号的一个 OP，都是有附双刀的这一款。那其实我当时想说，这应该是一个山寨一个版本吧。那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，拿在手上呢，意外的发现呢，这个塑胶啊，手感居然呢，可以说90%甚至95%以上呢，是跟官方呢是接近的。就拿起来变形一下，除了有几处的关节，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偏紧。之后的话呢，我真的要说它的变形的感觉跟这个正版几乎是非常接近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水口，那甚至它有做了两处的改变，至少车型下我发现了两个。第一，它的烟囱加长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加分点，烟囱加长。第二个就是原本官方的这个油筒这里是有个红色的部分，那这里直接一体化了啊，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外观上啊。在车型上可以说是强化的非常的多，那么这款的原本的话呢，原版的话呢，它就是为人诟病的话，就是一个还原度呢被后来的那个应该是 SS 34号给取代了。那这个它变成说呢，它的价值变成是这一副双刀，因为这副双刀呢是后面的34或者44的话呢是没有副双刀的，然后这一款的双刀也是有，但是颜色比较偏浅。啊，官方的版本比较这个热度可能比较高吧，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凉了啊。那么呢，它还有附带替换的头雕呢，有两个啊，其中这一颗头雕呢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我个人看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戴口罩，那你可以看你的喜欢换上去啊。那有人就喜欢戴口罩的一个 OP 的脸，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特别去换了。变形到位的话呢，滚动性是没有问题，但是还是比正版略差一点啊。我们一样这样推一下，对不对？这正版的一个续航力是明显是比较强的。然后如果说呢，因为这款的话我在台湾的网上是找不到的啊，可能没有人把它代理进来。那如果是好像在淘宝还是大陆的网拍上买，如果你是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豪华版吧，好像会再另外附送一份，这个是武器组。那么这个武器组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也是官方的那些 SS 后面那个版本啊，有一个，也是有配武器包，但它的话做了一些涂装上的加强，啊，像那个盾牌，就是加了一点点这个，算是什么生锈还是什么的感觉。那么另外的话呢是两把油筒炮，油筒炮呢是整个都涂装了，然后枪的前面是有一个烟熏的一个涂装的，以及呢。这个啊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偷懒同模啊，用了同一边啊。后来好像有人说，在电影里头，他真的也就是同一边啊，所以这个不能算偷懒了，不能算偷懒。那么另外就是一把，这个是大枪了啊。那么这个大枪的话呢，没有发光的装置，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水口。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之前吴医生做过一样的一个东西啊？另外就是这个透明的能量斧了啊，这个能量斧的话呢是是没有地方可以拆呀、啊，我已经试过了啊，应该是没有。那么另外连这个替换的这个副机啊都配上了啊。另外总之的话呢，这个配件包能不能单买？各位网络上去查询好了啊。那我还是一句话，目前在台湾的网盘上好像没看到啊。如果未来有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吧？那这个以外观来说，以塑胶的颜色来看啊。反正是正版稍微暗一点点，然后这个 KO 山寨版是比较亮一些，然后都一样是会有一个反光的效果。如果说你做一个最简单的分辨，还是看烟囱啊，其他的话呢就是这里，其他就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啊。这一款真的是做到了机可乱真的感觉。那我们的话呢？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。其实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，我个人的感觉了啊，它是可能会比后面的 SS 34吧，还是44啊，就是会比那个模具呢，我个人觉得这一款其实更好玩，更好玩。
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个部分都给解开，这个呢就是腿部跟身体的连接给解开。那我们这个时候脚都可以放下来了啊，放下来之后的话呢，直接的拉住这个腿这个地方呢，直接往前面掰过来啊，直接旋转过来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挡泥板折下去，上方这个轮胎的话呢，给放，推上去啊，本来在这里的，本来在这个地方，把它给推上去，这个挡泥板给压下来，那这个脚一样，直接把它给翻过来。那么这一款模具的话呢，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啊，它其实使用了零售之证，这个 First Edition 的这个 Atomos Pi 的一个模具呢，下去做一些优化跟改良的啊。这个臂展拿开，你可以先把它给腰转180度啊。我只是想做这个动作而已啊，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啊。这个脚的话呢，已经完全变形完成了啊。这个是变形之后会变这样啊，是变形一半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接着呢，把上半身给完成它的一个变形啊，先把这个地方这个锁扣给解开，那就往后面拉一下，它就开了啊。然后上面这个板往上面打上去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车子的前方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说。应该是怎么说？先把它给稍微解开一下，解开一下，我们把这个部分拉出来，变成说后面这个板往前，前面这个板往后啊，是前后是要反过来的啊。后面这个板上方这个要跟这里扣住，反而是拉住这个侧边这个像是油桶的东西，我们是把它往后面拉。这个地方也奇怪，这里往后扣可以，这里怎么有这么紧吗？好，拉起来，往后。然后就把它往先不要往后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头先往下掰下来啊，这里有一个卡榫，把它的头的话呢，给从内部给翻出来，往上面整个推上去。那这里的话，它是有一个会卡住的一个位置，原版的话呢是没有的，我很确定没有。我第一次掰这里的时候呢是很难压过去的，但它多了一个卡榫，然后呢后面这个板就推回去，以及这个油箱一样。油桶啊，一样推到内部去啊！各位看清楚啊，本来在后面的零件推到前面，侧边的推到后面。再来的话，前面这里已经解开了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部件可以解锁开来，解锁开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整个的往上翻一圈，翻到后面去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这里反折过来之后推到后面去啊，很完美的都收纳到背后，非常工整啊，非常工整。这一款的关节到目前为止。还是比较偏紧，因为我只变了几次。那官方那一版的话呢，我已经变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回，所以感觉现在这一款的手感，我反而会觉得比较好一点。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啊。这一款的翻折啊什么的，是比较多的，很妙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很简单了，这个臂甲先翻上去，整个手的话呢，可以转回一个正常的一个位置，看这个关节就知道了啊。然后。这个把它包到侧边去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。这里先把这个臂甲旁边推开，转上去，这个部件往下翻，然后它的手轴啊，其实在变成车型的时候呢，是一个打断的，是一个反折的状态，然后呢就调整一些部件。那么这个模具的话呢，最大的问题呢，还是在它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啊。它的背包呢，在原来的模具呢，它就是没有设计可以扣的啊。我看，我去回忆一下我当年做的节目，还是其他人的一个影片，好像大部分都是放成这样，就是摆出一个后面是一个背着油桶的感觉，或者是还是摆成这样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反正呢，我个人的习惯吧，还是把它整个给打下来好了啊，就让它平一点，背包就不要曲起来。然后呢，就给各位看一下。关节一体性其实很好，并没有什么松动的感觉，除了背包不能固定之外。那我们就稍微的呢去对比一下这两者呢，这个武器啊是由下反握啊，是比较 OK 的，造型会比较好看。好，然后这个肩甲可以往上面稍微翘起来一下，这个肚子啊，忘了，这肚子这里要锁定，锁上去，哎，这样子好看多了啊。OK。那个 SS 早期的玩具，回忆起当时还是大家都比较期待啊，做到后来可能大家也有一点麻木了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好吧，我们就对比一下，左侧是正版，右侧呢是今天的这个 Star Leader。那刚刚在车型状态下的这个烟囱，
啊，可以看到了，烟囱的长度的话呢，就有很大的区别了。然后涂装的部分呢，两者在人形上也有一些不同。首先，正版的这个地方是红色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一款反而是变成了一片的塑胶色，就没有补色了。然后胸口，正版的话呢，是一个这个没有任何的火焰涂装，而我们这一款的话呢，则是有加上去一些，还有这个肩甲。啊，以火焰的涂装的话呢，这一次是加的比较多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反正就是不见。然后腿的话呢，看一下，一样多了一个火焰，这个小腿这个地方，然后正版是没有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个火就尽量给你烧吧啊。那么背包，各位看一下啊，我这一款的话，这个踝关节是有一点松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是一句话，这一款我玩的次数是比较多了，所以球形关节就这样子了啊。那么后面这个洞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是可以安插这个刀子，可以插在后面。然后最后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基本上这一款手感是极大极大的接近到正版，然后没有什么被省略的零件啊什么，这些都是没有的。那我们给它拿一把枪好了，这个附带的这个配件我们试一下啊，就可以握上去。稍微有点偏紧了，有点偏紧。那各位就是有一些更多的武器可以做一个搭配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Star Leader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